今天早上我也唱歌的单春里，他出生的1号7月1941，他的过生之后4号2月2天的时候，他的有一个男孩子是一个女孩子在这里来看 OK，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的陈春里的花的名字的后面说的单春里啊，在这里 的中国的体温当在的南土岛的啊，在这里面来看的、啊、现在的清明，清明一堆的对江苗，江苗的一些的什么古墓的菜的搬家的什么2月26,2575呀的一的呀黄毛说的4号April 2024啊，说的今天的2570的2月21号啊呀，叫你们来看 ，OK， 就唱的一首歌给你们来听 ，OK， 唱的爸爸的一首歌，呀、yeah, ，从小时候我的很顽皮，从小时候我的不听话，从今天我的明白这什么的意思，从今天我的明白的父亲里。